来处查，没办法，上峰有令啊。主任，是我，安平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有紧急情况，进一步说话，主任。主任，胡斌就是咱们要找的青年将团的漏网分子。什么？你怀疑胡斌？ 李锦忠不在锦州，经过再三核实，李锦忠已经乘飞机飞往了北平。登记名单，这儿跟他一起去的还有他的妻子。他的妻子？是，我确定。便宜。哎，老胡，通知彪子，让他去查李锦忠的岳父在北平的住址。是。 只有这样，才能解释他所有的行为。你，哎，马上去机场搞一份李锦忠近10天的登机记录和所有同级人员的名单。是。你啊，去搞一份再32师所有高级军官家眷的名单，然后和他那份名单进行比对，所有同时出现在两份名单上的人都记录在。明白。去吧。老胡。 就他自己。好，别阻拦，别让他察觉。先生，您找我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你都死到临头了，你还装什么蒜？我知道你还有飞刀，可它不能快过我的枪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不喜欢别人拿枪对着我。先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只是个背面，我看不出来。再仔细看看，你不会不认识他的。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。和田梅一起合影的人，现在已经确定是我们要找的青年将团的漏网者。可他和你戴着一模一样的围巾，别跟我说这是巧合。你这围巾挺不错的，什么时候学会打扮了？不是，这是会员送的，一点不太不合适。带着带着，反正你不是也说过喜欢这个款式吗？您确定？确定。先生，照片里那个人，他不是我，但我知道他是谁。是谁？我只能单独跟你说。茉莉，你留下。安副官，事情怎么样了？你以前知道胡斌还有其他名字吗？不知道。那你听说过武阳这个名字吗？没有。这个老胡看来不简单呢。武阳。都是你干的好事。可是我不是故意。还敢说不是你干的？你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？怎么回事，胡杨？快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先生，要怪您就怪我吧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错。那个漏网分子是孙云龙，是茉莉把他照片藏起来的。你知道孙云龙去过沈阳？你见过孙云龙跟王明德接头？你在林武阳身边的时候偷偷翻过原始档案？是。在上交正式文件的时候，你把原始档案又抽走了？你到底想干什么嘛？啊！当初武阳带你来见我的时候，你还是个孩子。是什么时候跟孙云龙勾结在一起的？这是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徐先生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没有和他勾结，我也不是同谋，我是擅自做主抽走了他们见面的档案。可是我觉得这是偶然呢，因为孙云龙是武阳的知己，是他的亲妹夫。我这么做是怕毁了他的前途。你觉得我们现在还能相信你吗？
你这么做是毁了先生的前程。武阳，我真的不会伤害你。如果我说谎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杀了我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骗你。好了，不要在我面前唱双簧了。林武阳，你可是我最得意的学生。为了奖赏你，我才帮你，为你妹夫提升。难道你就这样报答我吗？啊！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力弥补。怎么弥补？我现在去抓他，我让案件水落石出。林武阳，你给我听着，不管案件如何水落石出，你我的仕途都得完蛋，这点你懂吗？嗯？孙云龙是你的妹夫，你的妹夫要投共，你我脱得了干系吗？现在一旦宣布孙云龙就是南京总部钦定的大案首犯，所有的明枪案件都会一起对着我，这一点你能弥补得了吗？啊！徐先生，这件事情跟武阳没有关系，我愿意承担所有的后果。徐先生，闭嘴！你现在就算死了，你也弥补不了什么。你怎么可能这么做？营长，前面有情况。刘东，咱们的城防图上有没有这处标记？这应该是刚刚调过来的部队。还有没有别的路？这帮孙子正好把这三条路给堵住了。哎，要不这样，营长，咱们从边上绕过去，再回到主路上。不行，那样绕的话太远，最起码要浪费一天的时间。咱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这张城防图交到东总首长那儿，验证真伪。这时间耽误不起。那怎么办？硬闯。就等你这句话。同志们，加强装备，准备战斗。消息可靠吗？好，知道了。有一架从北平飞往沈阳的军机，20分钟后要降落在锦州机场，李敬忠就在那架飞机上。给我接第7特警小组。立即出发去锦州机场。对，我亲自带队。先生，我去了。最新的布防调度。好。您是？姚青长官，少校参谋李敬忠奉命前来迎接苗长官。我真的什么都没做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
为什么去北平？我怕大昌，我是懦夫。我不信，再三十二十，没有一个道州。我问你，为什么回沈阳？不，我是回荆州归队的。我怕军法走失。那架飞机原本是飞沈阳的，中途被降荆州，那只是个意外。我要让你知道，我是最不希望再三十二十什么问题的。我姑且叫一声兄弟，说吧，这些人在哪儿？我真的不知道。现在不是玩个性的时候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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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的不知道。马龙完成了递交情报的任务，转身就又换上了军装，冲向了战场。看着渐渐向锦州逼近的战线，马龙恨不得坐着飞向城里的炮弹，一炮打进锦州城。早一天解放锦州，他就可以早一天见到苗青，而锦州人民也可以早一天迎来新生。还有你，坐下。哎，我说马营长，发什么疯呢？啊，周大卫，哎，营长怎么了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知道了，又被你们纵队首长给骂了吧？连带领长都不是了？不可能，今天上午师长还口头嘉奖我们营长呢。加个屁呀！这要是嘉奖，我们能上这儿再挖臭沟啊？我也说嘛，这是嘉奖的样子吗？哎，这小子，给我讲讲。怎么了？这是，为什么发疯啊？啊！别发疯了，别像赖皮狗似的，说怎么回事？就是你，还有师长，还有司令，你们惹着我了。我们怎么惹你了？啊？怎么惹我了？你自己看看，看看，天上什么？天上飞机啊！飞机啊，没见过吗？没见过啊！你知不知道这个飞机飞多长时间了？今天上午飞了一上午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飞机到现在还在脑袋上飞来飞去的，为什么到现在连个破机场都没打下来？现在他们还可以用他们的飞机在我们的眼前运兵，那么远我又打不着，我急呀！怎么样？还没有开口吧，先生？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他开口的。那是你还没有找到他彻底崩溃的命门。对，先生，彪子那边又有了新的发现。李金忠这些天分别安排了25人离开锦州，全都是在三十二师高级军官的家眷，其中24人去了沈阳，只有他老婆一个人去了北平。我怀疑他们在沈阳设立了接待站，想分别的把这些人转移到沈阳之后，集中的一起转移走。找到那个接待站了？我派人去沈阳查了，我相信马上就会有结果。听够了，我不需要你的夸夸其谈，我要你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。乌鸦，你令我失望。对不起，先生。撬开李金荣的嘴，对你来说有那么难吗？对不起，老师。好了。
别再跟我分析了。现在事实明摆着，孙云龙就是共党特使前来策反的对象。李进忠这么密集的撤离家眷，说明他就是幕后主使，目的是消除他部下的后顾之忧，好将来对他唯命是从。先生，好在我们发现的还及时，我们现在还能有好了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即使我们知道他所有一切，我们现在又能怎么办呢？索性听之任之吧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我们干脆听之任之。就是我跟你说，说清楚，什么叫背后议论？我告诉你，就算司令现在站在我面前，我也敢说。哎，你是不是这个什么猪油蒙了心了啊？你竟然派九师去打，你为什么不派我们去？如果我们去了是什么样子的啊？我跟你说，我用屁股想我都能想到，肯定是那个叫什么叫周鲁周大胡子去打那个机场，他要去了。那不完了吗？他是什么人我不清楚吗？刚刚进关的时候我俩是在一个营的，他打起仗来跟我比，真的不是差的一星半点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着急啊！你小子，我送你一句话啊，三斤半的鸭子两斤半的嘴，你永远不懂得两个字儿，谦虚。好，哎，就当是他比我更早当上营长，可是那又能怎么样呢？机场现在打了多少天了，到现在没打下来。我告诉你，到时候部队首长肯定说他们都是吃草的。可是如果派我们特务营去就不一样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特务营一个个都很生猛。我不跟你说这些了哈，朱鲁再怎么着，人家也是一个革命同志，浴血奋战，你不要在这跟人瞎掰了。去哪儿啊？我这心里头吧，特别不踏实，你知道吗？哪儿不踏实了？我也不知道司令到底是怎么想的，是不是司令把我给忘了？怎么会把你忘了呢？你小子这么能打，谁能把你给忘了？要不这样呗，劳民大驾，你帮我去宋队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为什么不去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也想去，可是你想想啊，这个宋队的驻地呢，在白老虎山，离这儿两里多地呢。你如果不能擅自离开战场，这不是不好？你不能擅自离开，你就让我离开，让我犯错。你小子他妈真够意思！你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就跟首长说说，司令啊，马龙这个人真的已经不得了了，在战场上无法无天了，都已经疯了，没人治得了他了。你让他过来骂我一顿。真贱！我见过贱的，没见过你这么贱的，还让司令员在战场上骂你。你像司令他老人家，我那么长时间没见着他了，我想着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，所以呢，他来骂我。但实在不行，他打我，我这心里也舒坦，不是？行了，你跟我绕了这么久，你就把你真实的心里的小舅舅跟我讲出来啊！啊，说，心里想什么呢？啊？绝对不可以！锦州保卫战马上就要爆发了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孙云龙就是反叛者，我们为了自己的安全，必须及时的铲除这个后患。这是你的真实想法？是。那你下得去手？我只有一个后顾之忧。什么？我怕连累先生。吴阳，你这么想，不愧是我的学生。现在我知道该怎么办。为了咱们俩共同的利益，这次对孙云龙不能用通常的手段，更不能杀死他。因为我们还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同伙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从共党那里彻底的拉回来。真的有这种办法吗？如果有，你愿意去做吗？我杨不惜肝脑涂地。我这次真不知道还能不能信你。先生，请给我最后一次机会。这两天吧，特别奇怪，我老是做噩梦，梦见苗青浑身都是血，站在我身边，我心里就特别不踏实。哎，你说实话就好嘛，想苗青了，我知道。你放心，陈方图不是过来了吗？已经证实了陈方图是真的，那也就是说被策反的那帮弟兄们没有出问题，对不对？你操什么心？
还做噩梦，你是不是共产党员？不是，可是现在苗青待在城里头，我现在还在这儿。你这样，打锦州的时候，我代表独立师，啊，我不跟你的特务营争啊，让你第一个带队伍打进锦州城，你们俩先见面，好不好？够意思吧？啊，让你先上，成不成？哎，我说哥，大舅哥，你真不要脸。你说你们一个地方部队怎么跟我们特务营比啊？你们拿什么跟我争？你别再跟我做顺水推舟的事儿了啊，好吗？马龙，我是看出来了，你小子整个一个白眼狼啊，混球！哎，哥，帮我去一趟东北，让我去，我告诉你一个字儿，没门！就这俩字啊？哎，你去还是不去啊？不去，挖这口。你是我哥吗？这个是我计划的要点。明白了？明白了。明白了。老胡，监听装置已经安装完成了。哦，这个是他们的师部，这个是孙云龙的卧室。这个是？这个是孙云龙过去经常去的一个茶馆包房，我担心他会临时启用那里作为聚会的地点，所以我就提前做好了准备。您不是一直要求我们有备无患吗？最近发现的那个电台讯号活动还频繁吗？非常的频繁。根据发报手段判断，此人很像我们一直追踪的共党特使，但是此人行动非常的谨慎，我们几次试图定位但都没有成功。继续跟踪。是。李进忠还没有开口吗？李进忠没有，他确实是条硬汉。硬汉？他以为我找不着他的软肋是吗？跟紧孙云龙，看看能不能反向跟踪，然后找到那部电台。是。武阳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没怎么。谢谢。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怎么了？茉莉，你说这个酒的颜色漂亮吗？漂亮，
但是我不喜欢这个颜色，太像血了。我们这茬人啊，活在这个时代，注定刀口舔血，注定要用我们的鲜血来书写属于我们的历史。你在说什么？是在作诗吗？我没有这个闲情雅致。莫莉啊，大战在即，东北对于党国至关重要，而锦州又是通往关内的咽喉要冲。可是现在兵临城下，形势危急，这场仗我们怎么能打赢？不管我们怎么努力，都很难顺利解决这个危机。可是我好怕啊。是我吓到你了吗？不用害怕，我们都不会有事，我们都会好好的活着，有我在，你还怕什么呢？为什么我觉得你说这话这么没底气？打完这场仗，我们结婚吧。真的吗？你觉得我像在开玩笑吗？喝了这杯酒，就不许再改变了。不喝这个酒，我也不会反悔，更不许有任何借口拖延。你知道我巴不得你做我的太太。吴央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我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，一直就没有安全感，直到遇到了你，我觉得我的生命才有了意义。而且刚才你又给了我那样的承诺，你知道我有多高兴吗？吴央。嗯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你别骗我，你肯定有事瞒着我。我真的没有事，别逼我。我是你的未婚妻，你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？武阳，莫莉，我真的不知道，目前为止我身边还有谁值得我信任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我该怎么办？你还有我，你还可以相信我。不行，这太危险了，我不能让你。没事的，你说让我怎么帮你？说。你可以吗？我可以。帮我到北平找到他们。他们是谁？是谁你不用管，找到了他们就能弥补你犯的错误，那样就能救了你，救了我，还有徐主任。那你去哪儿？我只能留在这里。做什么？我要当爹了！我要当舅舅了！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好喝！吴阳，不是，她是你的亲妹妹，你不能拿她的生命做赌注。这是徐主任新制定的计划，这样太残忍了。为了自己的前途和执念，即使对自己亲人下手，也在所不惜。是你答应徐主任要这么做的吗？你干嘛去？我要去找徐主任。说什么？我要告诉他，你不能完成这个计划，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的。别傻了，你现在去找他，他连一个后悔的机会都不会给你。
在锦州的外围，英勇的解放军战士奋勇杀敌，不怕流血，不怕牺牲，用大无畏的精神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关卡，突破国民党守军设下的层层壁垒，锦州城已经近在眼前。就全仰仗你了，徐先生，您放心吧。哼，这也是我想跟你说的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干吧。沈阳，有我坐镇；北平呢，有茉莉和彪子呢。我们的计划一定能够成功。是。哎，那条围巾怎么没带啊？不带了。哎，得带。这可是东北啊，风能钻到骨头里啊，你可病不起啊，注意保暖。谢先生关心，回吧。您一路平安。老大，我们也该走了。彪子，这出戏是否能唱成功，就看你们的了。是。武阳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你说。刚才我听见徐主任跟彪子说，他说锦州一旦保不住了，你们这些人不管当时在做什么，都要第一时间回沈阳。你不是说东西对接一定会成功吗？他为什么这么没有信心？茉莉，别瞎想，徐先生那是未雨绸缪，有备无患。可是那你们回沈阳干什么？锦州都保不住了，沈阳和东北不就完了吗？那你们做继续的抵抗有什么意义呢？那不是你该想的事儿。茉莉，你记住了，我是个军人，我的天职是服从上峰的命令。我们没有退路，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服从上级交给我们的命令，完成交给我们的任务。我舍不得你。如果你还爱我，照我说的去做。可是我怕辜负了你。我对你有信心。把它拿上，它能保佑你平安归来。不哭。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我知道。发现了，发现什么了？发现内部电台了。电台的位置在哪儿？这里。快，有情况。就是刚见到。
都没有。徐主任，我们刚刚监听到特使的电台，这就全都对上了。他们一定是要采取行动了。徐主任，我请求您务必立刻向焦总汇报，我这边马上带人实施照顾，双管齐下，才有可能使事态平息。不要，我决定了，你按兵不动。您说什么？不要，这是死命令，我们俩必须赌一回。